问您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啊？您会喝酒吗？能喝点。一顿喝个4斤5斤的。哎呦，那可不行啊！一两酒。哦，对，酒要少喝。就是啊，这个老年人少喝一点酒，舒筋活血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哎，稍微有点好处。不能多喝。就是。科学家讲过。讲什么呢？酒里有20多种对人身体有害的物质。哎，有好处的物质不多。我们一些青年伙伴沾染上喝酒的这个习气，那可不好。哎呀，见酒就得喝，一喝起来就没命。喝醉了可就出洋相啊，让人笑话，那样子非常难看。就是，我遇见过一回啊。是啊，啊，我弟弟结婚，请了几个小伙伴们少喝那么一点酒，可就我一个咚咚咚喝起来没完。哦，喝了喝了喝了，你看都成这模样了。什么样？你们都过来，过来向我靠拢。好嘛，别躲我，我根本我就没喝多。还没喝多呢。你喝多了，人的他就那样了。哪样了？你我头脑非常清醒。是啊。那当然，你不信，你给我倒满了这酒。我拿鼻子一闻，我知道这是什么酒。你闻闻这个。对了。这谁不知道？这是好酒。什么酒？这是瓦尔特大曲。瓦。有这种酒吗？你甭管有没有，我当你们大伙面，我把这酒我都干了。你这个逞能吗？逞能了！你们几个人，你们看我给你们喝了。师傅，干嘛？我给你打听点事。什么事儿？我那嘴在哪儿啊？连嘴都找不着了。在你自己脑袋上呢。哪个是我脑袋？全找不着。你这儿脑袋那么多人。这儿呢？这就是我脑袋。对，咱把它给弄清楚了。干嘛呀？我好容易倒一杯酒给别人喝了，不合适。好了，我当着面我把它干了的。这真是我的目的，因为我全倒脑袋上了，一下就遮脑袋上了。这酒喝的。这时候那边过了一个年岁稍微比他大一点的青年同志，拿着酒杯来劝他。怎么劝的呢？你看他这么就过来了。这更厉害，人家都在这儿喝酒来了，你呢？你往这洗头来了？你别吐在人家的心房里头，让人讨厌。这倒应该注意。是不是？你这一年醉酒，大哥给你出一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你盖上盖。哎，什么叫盖盖？桌子上面不是有丸子吗？啊，你吃一丸子堵嗓子眼儿，那不盖上盖吗？哎，那叫盖盖。对对。哎呦，大哥，你还真行！还行，我盖上盖，我来吧。行，大哥，还真盖上了。什么滋味啊？就是有点喘不上气儿。那玩意儿是噎的。行了，兄弟，你不是盖上了吗？说的我也盖上了。我来这4斤丸子。哎，他干嘛要那大盖的？我这嗓子眼里的汗点儿。行，兄弟，我也盖上了。好了，老魏，咱们给新娘子敬酒去啊！还敬酒呢？看人家这小家他们家可真不错。怎么了？这房子你看收拾的四白落地的，洗房连人家这地板都跟别人家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你看人家这地板，人家带弹簧的，是吧？你喝晕了。都说他们家地上小，谁说的？这不叫一间房吗？一间房，人家这里这不还有一套间呢？哪有套间？这不是这。这是大衣柜那镜子。哎，什么眼神儿？一看去，哎呦，新娘子您好，新娘子，我们哥俩给你敬酒来了。您无论如何，你不是？那新娘子，您甭管这他肚子里边的事儿。我们俩是给您敬酒，您无论如何。有点意思是吧？今天呢，不要。还是吐了，一张嘴就吐了，这一吐啊，吐了人新娘子一脖子呀，多恶心呐！把这个新娘子给气的，大哥你们喝就喝一点吧，怎么能喝成这个样子呢？真是的，不让你们喝不好，你喝不吐了，你是哎呦坏了，怎么了？这怎么还一丸子呢？